我也会很担心，就是尽量不要当我，比如说唱不动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大合唱。好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要献给现场所有来看我演出的朋友，还有台上跟我一起表演给大家的朋友。其实我在做音乐的这个路途上比较自我，比较任性，那通常没有去想很多事情，就是很任性的觉得我喜欢，我爱，热爱，所以我就去做。所以也非常幸运的，长久以来将近33年来始终有一批工作同仁，也有一批一样爱我的听众朋友们，一直陪我到现在。所以我接下来听这首歌曲，要谢谢你们这33年来的陪伴，谢谢你们没离开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Thank you.